哇，很久了，但这个风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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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风扇，所以要爬楼梯这些。爬楼梯是要爬的台式台式来台式来。这个问题是因为，最近因为那时候我现在也还好，现在最新的有风扇了吧？啊、嗯，这之前是哇没有风扇，很热啊，流汗。所以你的这个底裤啊，最好是穿 boxer， 你懂吗？哦、boxer 稍微好点啊，不要穿三角裤，因为三角裤呢，不过哎，因为三角裤那个旁边它一直磨到。啊哦，对，因为三角裤，我们通常流汗的时候，它的旁边会整个湿掉、哦、啊，然后就黏黏又滑啊，然后你走路，它就一直磨咯，啊，磨的那个方格就很容易长，它就扩散这样子哦、啊，所以通常不建议穿的、啊，你就穿 boxer 啊，你懂吗？明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、啊，好像因为这个汗流超过。一两个礼拜了，那个我是茶粉，然后茶粉还是一样很痒，对，会很痒的，晚上会更痒。然后我擦清扫油 啊，不要擦清扫油啊，它会弄个皮更容易敏感啊，它就扩散更快。哦、这样啊，啊所以等一下我问你，你那个药膏，这个药膏很重要 ，OK？、哦、每天都要擦，最好擦的就是晚上冲凉了过后啊，弄干了，快点擦在上面、嗯，只要有那个红红痒痒的地方就擦，有些屁股后面也是有。啊，也是查，只有这边有，这边没有，其他有，所以你还 lucky 一边嘞、嗯。通常都是整个的，连下面的睾丸呐、啊哦，后面那个屁股也会有的，因为那个内裤，这边的，那个内裤啊，所以你的裤子也不要太松。有时候你做那些做工的那些 pants 啊，裤子不要太松，太松的话，太松的话它是麻烦，是因为它一直磨到也是。如果紧的话，不是碰到吗？机会不高。通常紧的话有点 support 还 OK 啊。如果你太松的话，好像你穿那种白西哥带衫，那些穿通常都是。我是穿分军心，这牛仔裤。OK， 但牛仔裤还 OK 啦。嗯啊、所以最重要不要太热，一直流汗，它就会降哦。啊，所以这个药膏你擦了大概五天到七天的时候，它就会消掉，好好聊了、哦、啊对对。你要擦大概一个礼拜可以吗？我需要试用吗？不用吃药了、okay. 所以擦了大概一个礼拜，你要等到它的皮完全扁掉了 啊, 啊没有痒了 啊, 啊，没有出那些水了啊，才 stop 好吗？等它如果又发作的时候，你没有那个止痒药，我常吃药。OK， 待会给你止痒的、啊，是那个没有问题。啊、所以你要擦大概一个礼拜才停哦，啊、不要擦了两三天，哎、啊，好了。但是你给我要做了，你给我，你对，我会给你两罐了了、啊，所以你一罐你用完了才用第二罐，哦、好不 好, 好？所以那个药膏你擦了过后，记得要盖紧。这一个 APP 叫啥？你是两次，早上出门前查查了才穿底裤。我是做晚班的，说人家 OK 啊，出门前，等晚早和晚查就对了啦。我明白，可以，就是我换工作、啊，回家对了，冲完凉查啊，等出门前查就对了。哦，两次可以吗？那如果我因为我每次啊，我是早上冲凉了，对吗？啊、我去睡觉，睡觉前我就没有冲凉。睡觉时候最好的咯，没有懂吧？睡觉前我就没有冲凉，没有冲凉给他擦。可以，没有关系。哦、你出门前啊，穿你的衣服直接就穿就擦咯。可以可以。啊 ，make sure 有药膏在那边呐、啊。哦。啊，你擦了就比较没有这么痒，比较舒服。哦、okay, 好，谢谢你。要照顾好啦，因为这东西一直来的，现在因为天气很热。以前没有，是最现在才最近才有。对，所以跟天气啊、汗水，还有你的内裤有没有？紧啊，或者是一直磨到，它就会这样了。哦，啊、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个药膏记得盖紧，要放在那个 Ziploc 里面，我们会给你。哦，啊、你就放在里面，啊，不然它会干掉。那一罐可以用四天这样吗？蛮久的，对。我可以用很久啊，这里有两罐了、啊、哈、啊。我给你一罐 standby 的。哦 ，standby。以后如果又发作啊，哦，啊、你快点查呀、啊，不要等到很大个才查。叫我刚给那个 subscribe 有 discount 啊。有，包括那个门诊费的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啊 ，OK， 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 啊。给你一下，得啦，谢谢啊。可以啊，要吗？可以啊。你是梦见鬼是 OK 吗？没有，这个食物没有影响到，不是影响来的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对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Yeah, I need a bag. Hey, he said, but the doctor said give me the medicine for itchy one. Yeah, he said to stop the itching. I said, because my leg there, the groin area was itchy. Yeah, I said the pills to stop itching. Okay. Only got two here, anyway. Yeah. This is for running nose. For itchy also. Okay. Give me receipt. $32. Yeah. Okay. Thank you.
Thank you.